有那一股臭臭的味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硫磺了。那硫磺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就是我们左边的海底温泉。来，各位朋友，看左手边这个海水颜色漂不漂亮？哎，有浅蓝色的啊，有深蓝色的，这就是我们海底温泉所造成的。我们的阿斯佩，为什么有海底温泉呢？是我们计划，因为珠三岛是个火山岛，是一座活火山，所以在我们乌龟龟头